就像吃花甘蓝是台中市的吃花专家林梅竹梅女士经过多年细心研究制作的各种现代花，另外还有纸花、纹绣花和透明花。林梅竹梅女士并且指出，吃花所需要的原料本省已经可以大量供应，而且价廉物美，每一朵花的成本只需要新台币30块钱到50块钱，卖出之后可以赚到一倍以上的价钱。他这次的发展也是为了响应省政府副主席加强本省家庭事业手工艺的辅导，他认为这是家庭妇女们最理想的一项事业。